女孩子要懂事，别听什么没意思，你怎么一点用心？事儿让我们省点心啊！真叫你工作忙，为了这渣男，不能不管为了这些不懂点事情，不都这样可以慢慢培养的吗？过省点心，从小就都这样吗？之前我也觉得委屈，那过日子不都这样吗？都这样，所以已经很体谅你了。好像无处可藏一张网，我知道了，放心。必须坚强，必须忍让，端庄掩藏。人们很忙，谁听见你？他说什么你都信啊？你觉得我骗人是吧？听我的，回家吧。啊，放心。他们要你冷静坚强，日子过得去就行了呗。都说是离断家常，夫妻两个人打打闹闹是正常的嘛。习惯了伪装，平常在窒息中的开窗。劝你啊，一个女人不要这么狠嘛。我才是真正对你好，非得把老公送进去。他要再出什么事儿，你们能负责吗？不能就这样，我也很不容易。我在替谁掩藏，就是你活该你这样。给谁的丑陋精美包装，我为谁忍让，这不是好整我呢是吗？被谁遗忘，干什么？